中招，收稍微总结一下这一天这一整个活动想要传达的概念跟想法，这样子。有请蔡嘉祥同学。我非常希望说这个时候我可以把我想要讲的东西传达给每一个今天到场的人。如果你想要知道说为什么我们想要做这件事情的话，我欢迎你现在我们来到前面，我们来到这边前面，大家一起互相拉一下自己的朋友，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了解为什么我们要办这个活动。大家放心，我没有在做传销的工作啊， OK， 我没有在加会员啊，大家来这边，我们走近一点点，我们来了解什么是把毒品这件事情，好不好？来，我看到有人就是慢慢的就是走进来，谢谢你，谢谢。对，好，如果大家想要站着听也 OK。大家好，我是嘉祥，我是这次的石头文创集的这个总负责人、总策划人这样子。然后呢？很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当然这个活动从早上12点一直到现在，我不知道大家的就是心里的感受怎样，我非常的喜欢它，我非常的喜欢这个活动。如果你们也喜欢的话，就是我希望你们保在这放在自己的心里慢慢去享受这样子。然后呢，石头文创集呢这个活动呢，我们带给巴杜巴哈的是一个生活，带给巴杜巴哈是一个生活。如果你现在觉得坐在这个地方很凉爽，然后可以拿着一瓶饮料，然后坐在地上看很多表演、逛很多市集、听很多的讲座、看展览，你觉得生活不错的话，欢迎走向我们，跟我们一起在巴杜呢做类似这样子的生活，让你的生活从此变得更加不一样一些。然后如果你喜欢的话，我们这边很非常的欢迎你一起加入我们，一起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做这件事情呢，就是我刚刚一直讲嘛，就是一个生活的问题而已。我们只是希望说这一次我们带给你们的感觉是你们有别于以往的，从来你没有接触过的一个气氛。如果你喜欢这里，希望啊你们常来这里。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是，如果你们想要，你们想要可以的话，让我们这边可以继续维持下去的，你们可以在后面那个筹款箱那边放下1块钱，让这边呢可以靠这一点点的经费呢来这维持下去这样子。然后我现在有点不知道讲什么，现在说说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场地吧。好，你们有感受到这个场地的一个魅力吗？有啊，我们是看到这个场地有一股魅力，然后呢才选择这个地方的。当然它跟手作的那些人台有很大的关联，因为这昂哥全部都是自己捡的木台，然后自己钉，然后呢给你们这样的一个氛围，全都是手作的，它全都是手作的，我希望你们会喜欢啊。然后巴杜哥的学员这边，我希望这一次的生活，这一次的这个市集，这一次的这些活动，将来在明年的时候有办法再继续进行呢、啊。如果你们喜欢的话，我想说，如果你们喜欢这件事情的话，我希望他明年可以再办。然后呢，我觉得我们这一群年轻人跳出来在做这件事情呢，其实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呢，自己的巴杜需要自己来做。我们正在自己亲手在巴杜打造一个生活。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加入我们一起做。其实，在现在这个世道上，我可能也不再指望说，你知道的一些事情在发生，我也不指望那个，就是他可以给我们一些钱来让我们这边可以过得更好。我们只希望说，我们自己年轻人可以自己做，然后呢，再加上每个人，然后跟我们一起做这件事情，做巴杜的这件事情。好，要时间了，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这一个市集，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希望明年再做的话，那我们会再做。当然，我现在讲的是空头支票。明年要是有人喊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希望也有一群人跳出来傻傻的跟着一起做。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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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我讲了这么久，你们才醒悟，要来一点这样的一个机会，你们是怎么样？啊，没有给钱了、啊。在最后呢，我们想要给。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这边场地附近都是居民，所以我们时间一直在赶，在赶啊。然后呢，现在呢，我希望就是把赌这次真的是要 together 了，所以我把我们各筹委稍微介绍给这边的居民认识一下，就是由我们这一群人一起 together 完成这件事情的。首先，先欢迎我们的翻译负责人文妮韵如。可是因为他们目前两个人都不在这里，所以我们就先在用掌声来感谢他们。谢谢。接下来前台负责人罗迪，他负责我们前面的交通，还有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罗迪在哪里？罗迪他好像还在管他啊，还在外面处理交通的事情。接下来感谢志工组的负责人魏涵，魏涵可不可以起立给大家看到你？谢谢他，他是志工的负责人，所有的志工都是由他这边统筹。接下来我们感谢我们手作负责人依涵和素玉，依涵和素玉，他们现在正在 IMG 在手作摆摊当中。对，如果你们要感谢他，你们也可以去买一下他们的商品，看看他们聊聊天。工商服务时间，好，接下来到展演的负责人整粒，没有错，就是一整颗一粒的那一个整粒，整粒在哪里？整粒，整粒有在现场吗？有，整粒在那边举着牌子的，他是我们的展演负责人整粒。那这个就是我们前台组老弟，就是前面管理秩序的，谢谢。接下来我们要感谢我们器材负责人易明和德专，你们在现场看到的所有的灯饰还有器材，硬体的器材都是他们去找然后去拜托去研究的，感谢易明。易明德专在哪里？易明，易明在这边，德专石城鼓团的其中一员，德专在那边坐坐，非常的帅。今天就是由他们两个一手打造起来的这个场地。接下来我们要感谢宣传负责人婉晴和 Jimmy， 谢谢婉晴和 Jimmy。这两个人真的费尽了心思，让所有就是在场的观众，让你们知道有我们这个活动，真的非常感谢他们。他们用他们自己的创意，还有他们的时间跟金钱，来为我们做了那么多。对，这是婉晴 Jimmy 在后面卖水 ING， 对，举手的那一位。对，然后这次的水啊，不是我们赚了然后我们自己收哦，这次的水啊是否我们这一次所有活动的经费，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赞助，然后我们以最小的成本完成最大的事情，这是我们一开始的初衷，这样子。接下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文宣设计师君怡就是那个牛舞姐姐，对，就是唱歌那一位。你们看到的所有的文宣设计、网络上面的设计跟我们衣服的设计，都是由这位小姐亲手绘制而成。对，而且她一人分饰三角，她也是卖东西的人，然后她也是我们的表演来宾，然后也是我们的设计师。是。那这一次我们把赌真的是 together 了，这些就是我们的团队，一共只有12位。然后接下来呢，我要感谢几家的对我们有 sponsor 的公司。首先呢，先可以看到我们这件衣服是 M Hercules， 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这样念，可是应该是这样。然后他真的非常意气相挺，就是说要做把赌这件事情，他就报上了所有的服装上。对。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感谢 Monocara， 谢谢他。他也赞助了非常多，此外他也是我们的那个讲座的来宾之一。好，谢谢这些人，一起让我们把赌 together 了，谢谢。那接下来呢，在这个把 together 最后的尾声，我希望大家我们一起 together， 不只是我们这些人一起，我希望把赌人或者外地来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做完最后的活动。这个活动就是由家乡那边负责的，就是我们会一起大合唱这样子。我们希望送一首歌给大家了，好不好？让我们今天这个晚上有一个非常
温馨愉快的晚上这样子。来，我们现在送这首歌给你们，然后也会一起来上来。对对对，会唱的同学可以一起来哦。这首歌非常的简单，就是一首《红蜻蜓》。这首歌里面它有讲一件事情啊，就讲有梦这件事情啊。不管是现在有梦，还是你以前有梦，我们今天在这边一起实现它。对，掌声来，对不对？来，我烧声，我要唱歌啦，来啦！等一下我们下去来啦，来啦，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这首歌呢，这首歌呢，送给今天到场的所有人。还有我们辛苦的手作人、讲者、展览、最后展览作品的那些作者，然后还有辛苦的志工还有筹委，所有人都值得这一首歌。用我们这首歌，我们来谢谢大家，然后让今天的晚上有一个非常快乐的 ending。红蜻蜓会唱的，一起来唱好不好啊？会唱的朋友，我们一起唱好吗？好，来，我们来，我介绍我们的吉他手杰森啊，在后面看到没有啊？看不到，不用紧。Hello。就像童年看到你。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参与。然后呢，这首歌献给每一个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如果你们也喜欢这个地方，也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也喜欢就是我们这群人或者是今天到场每一群的每一个人，我希望大家给我一点就是回馈啦，我希望明年有办法再办这个活动。这是一个梦想，这是每一个手作人的梦想，然后希望可以成真，希望将来的八堵可以有别于以往的八堵，然后我们让另外一个生活的方式在八堵重新的，就是在它的发芽，然后长大，然后可以在这边变得不一样。然后最后我们再一起说谢谢大家，一二三，谢谢各位。然后我们的市集呢会一直到10点半的时间，所以说大家我们来把握最后的时间逛一下市集。然后呢，我再重复一次，这次要非常谢谢借我们场地的这位大哥们，然后掌声再送给他们一次。如果你们可以的话，1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那边有一个箱子，那些钱都会用来维持这边的设备，让这边继续保持这样的同城，然后让我们明年可以在这边再继续这边。然后谢谢各位今天晚上，晚安，拜拜。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谢谢。那有几件事情是需要宣导的，就是啊，大家离开的时候，可能这些垃圾帮忙一人一手一个垃圾，然后把它拿到外面的垃圾桶丢到。垃圾桶里，谢谢大家的配合。此外呢，也欢迎大家在入口处，我们有一个可以留言的地方，欢迎大家可以向四周领取便利贴，然后把你们今天的感受留下来给我们知道。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大家所有的照片上传呢、都可以 #hashtag 八度 together 这件事情，让它 go together 一起这样子，谢谢大家。谢谢。最后呢，谢谢大家的光临，也希望大家在离开的时候可以小声又安静的离开，因为现在时间已经是晚上10点钟，希望可以不要干扰到居民的方式。此外呢，也希望大家在出去的时候的车辆尽量避免的停滞在我们活动的门口，因为目前的话还是有人流的出入这样子，谢谢大家的配合。最后，真的希望大家在出去的时候，看到你右手边有卖饮料的地方，可以的话，小小的支持就是我们八堵 together 维系的动力。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八堵 together 今天结束了，谢谢大家。